小白脸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真臭！要改变，怎么个改变法？你赶快卷起铺盖滚蛋，走吧，结束了，完了，再见了，陛下。可是什么？上回你让那些冤家对头把我们又痛打了一顿。 啊，不，我怎么没力气啊？啊，魔头，你对我干了些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对你念了一下魔法神咒，嘿嘿嘿，仅此而已。不，千万别念魔法神咒，我会失去全部功力的，我还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说的对。 你会留在别人的记忆里，魔王，只有小人物才会记得你。<笑>啊不！哎呀，居然锁进自己的笼子里了，这都得怪那些假装好人的魔鬼克星。 我恨不得撕碎他们！各就各位，做好准备。气泡发射枪射击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倒数计时。啊！射击试验要计时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射击！威力不大呀，锤子。 哈哈，乔治，这下该行了吧？过头了，过头了！当心，当心！呀，走开！我再也不敢碰我不该碰的东西了，至少今晚的夜色还不错。 Beverly， 救命！救命！糟了，大概出事了！哦，上帝呀！救命啊 ，Beverly！ Beverly， 你能听见吗？你要想办法救我们出去，用气吹 ，Beverly， 用你的嘴吹气。用嘴吹，这行吗？吹吧，来吧。好吧，伙计们。 如果真想试试的话，准备好这就来了。哇哦！哇哦！这玩意可真厉害呀！我都坐不住了，真想找机会用气泡枪教训一下这老魔王，让他待在气泡里也舒服舒服。
好吧，就这么定了，没有必要再这么待下去了，我要从这里闯出去。哦，见鬼，该死的魔头，我的功力全没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我要消失了。尊敬的魔王，冷静下来。弗兰塔，我是来帮你逃跑的，过来。你的功力差不多废光了。头，如果你用的越多，你便消失的越快，而且是彻彻底底、永永远远的消失。这可怕的咒语，那我怎么样才能从咒语里解脱出来？我查遍了咒语大全，只有一个办法能，可能你不会喜欢的。是什么？要龙根，要凤肉，干什么都行，快告诉我。破解咒语的唯一办法是诚心诚意的去做一件好事情。做好事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天哪，居然要我去做一件好事。我堂堂的魔王落到这步田地，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快听，魔鬼警铃响了，听声音像是个不小的魔鬼呢。在什么地方啊？在这个地方，没人打劫，咱们快去抓住他。哦，嘿，伙计们，我不想去了，天都晚了，我有点困了。枪要队出发。这个魔鬼就在附近，我的鼻子发疯似的动来动去。开车 Tracy， 我们去找他。出来吧，我的心肝们。去，我的心肝宝贝儿，找到那些卑鄙无耻的，那些让人讨厌的，那些冤家对头，把他们抓回来。就要到了，伙计们，
根据我的鼻子，那魔鬼就在附近。嘿，杰克，我们已经绕着这个地方转了三圈了，连个鬼影子也没看见。你敢肯定你的鼻子没有出错吗？是啊，杰克，那个超级魔鬼大概要把你们的鼻子都搞出毛病了啊，还有你们的脑子。得了吧，伙计们，相信我，我的鼻子肯定灵。好吧，现在想想看，干一件好事到底有多难？是干好事。我说你们这些可怜虫，哪一个需要我来帮帮忙？给我回来，我来教你们。不要着急，冷静冷静，不许动，骷髅脸，想要队员已经到了。等等等等，你们误会我了，我来这儿是想要干一件好事情。什么？你说你想要干一件好事情吗？是啊 Tracy， 我也不大相信呢。听着，你们必须。哇，嘿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魔头手下的火龙鸟，它追我来了，啊，救命啊。小心，那是魔头手下的妖怪，他想阻止我完成一件好事情。哎呦，他把我们当鸭子打了。补充一下，要变成烤鸭子了。鸭子，好想法。艾迪，我们飞离地面，跟他在天上打。上天啊，打天上那个家伙，你这是说的真的吗？哇哇哇哇哇，既然决定了还等在这里干嘛？咱们赶快离开这儿。当心，他追来了。嘿，那一下把保险杠烧坏了，该冲个凉了，火鸟。开稳点 ，Tracy， 稳点。这够他受一阵的了。对了，咱们现在回降妖总部去，干脆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。魔王小子竟然和冤家对头，合起伙来了。这样倒是更好，我可以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。到那儿去，宝贝儿。抓住那些冤家对头。哦，是的，他们回来了。嗨，伙计们，大魔王。嗨，别担心 Beverly， 没事的。大魔王说他只是想做件好事。啊，你想做件好事情？对，这关你屁事。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丑的人，丑丑丑，让你看看真的丑样。小心。啊，我们有感觉到魔头的霹雳神剑怎么。是啊，我看该给他改名字叫做无电大王。无电大王，无电大王，起得妙极了。无电大王，无电大王，无电大王。哈，我要收拾你，我要。哦，
我又要消失不见了。五点大王，嘿，伙计们，赶快住嘴！他是干过错事，可是取笑他是不对的。贝弗瑞说的对，别闹了。对不起，对，我不该，对不起。谢谢你，小飞鼠。哦，该叫你蝙蝠。你的好心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好吧，魔王，跟我们说实话，做好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干了这么多年的坏事，简直臭名远扬。我想，稍稍改变一下，会有好报的。哦，当然。那么然后呢？哈哈，这下你完蛋了。哦，上帝，那还有一个。哦，魔鬼上门了，看哪！哇哦，救命！去死吧！Tracy， 小心后面！什么？呀，糟了 ！Tracy 也给抓住了。你的机会来了，做件好事，救救他们。我救我的冤家对头，这太荒唐了！救命！干得好 ，Tracy， 我们得救了。我动不了了。是魔头。说的对，冤家对头。咱们得想个冷静的对策。哎，站那儿别动。嘿，你魔头，放过他，不要伤害他。他帮助过我，他帮助过你，魔王小子，那就让他享受双份的冷冻射线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你居然连这小东西也不肯放过！你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？这个。不！哦，多亏了你，你这次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啊，我真不敢相信。啊哈哈哈哈！我又能放电了，我确实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哦，好极了。用你的神殿把我从这可恶的气泡里弄出来。你一定在说梦话。嘿，你该谢我，冤家对头已经成了你的阶下囚了。对，也谢谢冤家对头让我做了一件大好事，我的神功魔力又恢复了。这才是他要做好事的原因。冷静点，杰，我会派手下人把你们三个神不知鬼不觉也带回去。抱歉了，伙计，我就知道这个唯一能赶快弄出你们的办法了。不，别来这个，别再用了。贝弗里说的对，我们必须赶在魔王的喽啰带走我们之前完成。准备好了，哎呀，这就来。哇！
真是要命，哎呦，头好痛啊！哎呀，咱们一定要干掉他，这魔头已经把我折腾得够了，真是够苦的了。没错。嗨，朋友，我们今天看到没有人相信像魔王那样坏的坏蛋也会做一件好事情，可你知道人总有好的一面，事情往往是如果你对他们友善一点，像贝夫人那样，他会在困难时帮助你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如果你错误地对待别人，那么人家对你也不会好。用一句老话说，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话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